这个项目其实，在我们社区的热度一直不错，然后价格表现也还行啊，至少没有往下掉下去的。呃，重点发力是在二三年表现不错，目前的流通总量是百分之三十五，然后是 O P 生态的，也是一个很新的 DeFi。然后这些新型的 DeFi 协议呢，我觉得有一点点缺点，就是说它需要教育市场，因为它的新的 DeFi 协议就是在以前老的 DeFi 协议上面搞了一些更新的玩法，但是新进来的用户可能对网 最老的 DeFi 协议都玩不明白，对吧？你又搞了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治理方式或者一些奖励机制，其实，呃，学习成本是比较高的。v a l u o r e Finance is next generation AMN，so Automated Automated Market Maker，that, 就是自动做市商做事机制。That combines the best of curve, convex and Uniswap，也就是说它有 curve, convex, Uniswap 三啊三合一的优点。Designed to serve as Optimism's central liquidity hub，就中央流动性的这个港湾。 Volatile NFTs vote. NFTs vote on token emission and receive incentives and fees generated by the protocol. 然后只有它这个 NFT 呢可以获得对应的这个激励和费率的这个奖励，就是从这个协议里面来的。Stable and volatile trading for l o w fee. Hundred percent protocol incentives and fees go to voters. 就是这个协议里面的激励和费率的百分之百啊是给到这个这个投票的人。 Liquid locked positions in the form of NFT，然后你这个流动性加 LP token 呢，就会产生一个 NFT。现在都是这样子啊，Uniswap 上面的你生成的 LP 呢，也会给你生成一个 NFT。这个慢慢学吧。Self optimizing liquidity flywheel，OK，anti anti ant dilution rebase rebase for voter，就是对抗稀释的这种呃这种投票机制吧。搞这些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 你夸他也是应该夸，能够设计出越来越完善的。但是真的搞这么复杂，用户能够明白吗？这个教育成本，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呃、希望他们尽量做简洁点。目前的这个 annualized trading 五十八亿，annualized fees 一百八十四万美金，这个收益稍微有点低啊，一年的收益。active user 一万九千元，total value locked。 所参的是两千万美金左右，项目肯定是好项目，而且是很新的项目，而且赛道是新的，w i wifi 是新的，也是一个新 DeFi，包括刚刚这个。如果说接下来你看我行情，你看我 Layer Two，你想配置一些 DeFi 的新项目，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项目，而且这项目不用我来夸，他们其实本来就比较火，很多人都聊过这项目，网上写他们这些项目的文章都比较多。嗯，算不算是价值洼地啊？看一下价格，一千一百万，算算算。算 因为其实这些项目呢，如果它的这个商业模式能跑通啊，然后在牛市来说，Layer Two 这个赛，Layer Two 的赛道能爆发，它只要是做起来了，对不对？但是你还是要担心一点，就是要把它的这个代币的分配机制搞清楚。因为我们在 l a y t r Two 上面吃了一个亏的，你看它现在是一千一百万的市值，就有可能市值翻一百倍，就到十亿美金，就是它做起来了，分分钟就冲到十亿美金。这时你会想呢，冲到十多亿美金的市值，那是不是翻了一百倍的市值，意味着我的价格翻一百倍呢？ 那不一定哦，就会出现很狗血的现象，就市值可能翻了几十倍，你的币价可能就翻了两三倍。你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因为拉一度就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发展剧烈发展之后的绝大部分的这个收益和红利被项目方拿走了。那作为投资者呢，你并没有分到那么多收益。尽管这个项目你看对了，也看中了，它也发展很好，但是你没赚到什么钱。 就你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目前市面上有几个项目都是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几个发展的非常好的，它市值从低谷起来翻了很多倍的，包括 Lighto Finance、Fraxier，还有 Magic，它都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说的，呃，我我把它叫做它是市值膨胀，价格不涨。 都是因为项目方，就是他在需求很大的时候，大家不停的买项目方不停的砸盘，但是市值确实越来越大，项目是越做越好。但是你买他的币呢，你真没赚多少钱，这就有点可惜。但他也没有收割你，就这种情况是有一点点窝火的。就是我看准了，我也下手了，项目方也起来了，他赚翻了，你没赚到什么钱。但是你骂他也不对，项目方也很硬气。就是项目方，我也没收割你，你赚钱没？那你确实也赚钱了。 那你说你什么心情，对吧？这种就这种感觉就相当于你，你就有有就是有点像那个，你的心情就像那个 Facebook 创始人那个 w i n k l e v o s 那个 w i n k l e v o s Brothers，You got Zuckerberg，就相当于你早期你投资了 Facebook，然后最后你出局呢，就赔了你几千万美金，然后从投资回报来角度来讲，你是不是赚了三倍？你赚了，但是 Facebook Zuckerberg 这个屌毛赚更多，他分走了百分之九十几的收益，对吧？九十九点九的收益都被他分走了。 然后你最后套现离场的时候，你就翻了三倍。但是明明你好不容易选中一个项目，它爆发了，对吧？项目方的人赚了一百倍，你赚了三倍。请问这种情况你什么心情？你什么心情？